有人和吉安梦游到电台 IFM 梦游。今天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，写部落格真的那么单纯吗？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一位小女生跟一位小弟弟写部落格的心态，一位呢是要让自己的车子呢越来越顺，一位呢就要当明星。当然，明星当到了吗？也当到了广告明星了，有没有陆续会来呢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其实真的不是要当明星啊，是真的。要拍演拍电影，好、可以吗？可以这么说，拍电影哦。演员当演员。那我想问，车太炫，你现在目前为止，你会觉得你现在部落格很炫很红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。不会觉得自己很红啊？对呀、啊。嗯哼，哪里有人讲自己红了，对不对？红是有人讲还是？叫旁边的人来讲，他很红。白雪公主，你认为她红吗？他不要昧着良心讲。等一下不载你回家。啊，白雪公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带我回家。公主，你认为她红吗？